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就好了。我怎么睡这儿了？哦，你昨晚吃了没煮熟的蘑菇。你还记得昨晚的事情吗？昨晚。怎么不接呀？说话。这么久没音讯，我得确保你还活着。那你现在确认了？我挂了。等一下，这两天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，毁坏我们之间的约定。我喜欢她，但她……不过我想，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。